大家好，我是 Winga 啊，刚刚在爷爷家吃完午饭出来了。昨天从郭尔洛斯啊寄来了一个大胖鱼，非常感谢。一直以来给我们都会寄这个吉林那边的大米呀，还有大胖鱼啊，这个是查干湖的大胖头鱼啊，胖头鱼啊。我去问一下旁边店里面有一个海鲜店。能不能帮我先处理一下，这样我装在冰柜里面就好很多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给大家炫耀一下查干湖的鱼哦，啊，年年有余，每年都会给我们寄，非常感谢丛书。这样的，好，就在那边，我们去先喂一下，能不能处理？今年真的是异常的暖和，放在外面的东西都冻不上，0度啊。不叫海鲜市场啊，就是我们这儿没什么海鲜，就叫水产品啊，就是卖一些鱼呀、小虾米什么的。每次我们家都会从这儿买鱼，都可以给处理好了。我先问一下，你好，那个我有一个大概1米的胖头鱼，能不能帮我处理一下？我看一下，能处理吗？两个呢，还有点动，要不我下午来？你说你就放这里，放这儿，放这儿吧，来吧，放这儿，我怕别人带走了呀，我这可是，不会被别人带走了吧？不行，拿着这东西不能找我。你给我换了怎么办呢？我必须换了，不换这个是有鱼鳞是吧？哦，这些都得处理是吧？你拉着吧，我拉着吧，没事儿，你给它打开，到时候好打开换一下。你换了会没法吃。这就是胖头鱼吧？哦，这个更冻着，估计明天，明天了。我看看吧，下午的那个情况。估计明天过去。好，今天是我收到鱼之后的第几天呀？天气越来越转凉，这个鱼是化不了了。我再看看这个车库里面它有没有化，我都已经去锡林浩特录完春晚就回来了。如果化了的话，我们拿去处理；没有化的话，拿到爷爷家，在那儿放一放。看看能不能换，我最想的还是处理好了之后再拿回去。啊，刚刚冻得更实了。大公司呢，拿一下快递，在北京的粉丝朋友给我寄了蛙脖脖，是这样说的吗？哇，这个是，非常感谢，这么大。还收到了我朋友王鑫同志的祝福，祝嘎嘎新的一年越来越好，万事如意。字跟人一样，非常的漂亮，谢谢他从东北给我寄的。然后这个是那个我伯伯，妈还看见的，哎，又喂奴去。啊，阿爸干了呢嘛？阿爸干了吃的呢嘛？去，哎，到黑呢黑。去本地去，恁个别，乖，得吃点的。哦。会吧？哦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嘿嘿嘿嘿！做的可精致了，还每一个这个，这是蔬菜汁做的。新年快乐，这是个福字，然后这是个小花，他们的花都给。嘿嘿嘿嘿。你得吃。从爷爷家出来，准备去卖鱼的这个大伯那儿，那天让我留在那儿，然后他等到化完了处理了之后给我，然后我就想，我在车上他可能就会解冻了，没想到这两天天气降温了，降温之前是-1度，所以我就在想啊，在车上。让他待个一天，他可能就会画错了。嗨，太年轻，想错了。这个明天未必能画不了。你留个电话，赶紧接话。哦，画不，未必能画开了。哦，啊，好，摔死我了！我终于过来拿我的鱼了，说处理好。哦，对。帮我剁几刀行吗？现在，因为反正化了嘛。进来。
啊，切开。啊，好嘞，谢谢。哎，这不是能那个什么吗？你不是要几段吗？啊啊，但是这个鱼尾不是可以一起炖了吗？这个。你要几段了？这个。给我最好是小节小节的吧，这么，嗯，哦，行，麻烦了啊。大鱼头，这个鱼头就得吃两回了，可以。妈呀，这鱼又大的了啊！这哪捞这么条鱼？这查干湖的鱼。是啊。啊。妈呀，这鱼。可以炫耀的。是多少钱一斤？不知道，是从那儿那个郭尔洛斯有人送的。哦，嗯。哇，好嘞，多少钱说？十块哦，这么麻烦你们还才10块啊，一个事儿终于解决了，还有一个改裤脚裤腿儿，都差不多了啊，就准备回家过年了。